好，非常开心邀请到星球实验创作空间外星人管理员许一和来到我们人物专访。你好，哎，你你好，好，安安。想请我们一和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是用什么样契机而跳到这个产业的呢？走上不归路。是，对，反正就是因缘际会，然后就是从公司离职之后呢，然后就开始以设计接案为主，然后后来又因为学长跟学妹的关系，所以就来到台南，然后一起经营这间co-working space， 专门为文化创意工作者专属的这个 co-working space。对，是。那我们曾经这个品牌星球实验创作空间这个店名构思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我们人比较中二，对，那因为在做设计接案或是这个 freelancer 的这个这样的人，其实那时候在台湾其实说蛮少的啦，对，就是大部分人可能毕业之后就还是会以在企业上班为主。那那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哦，我们就是有点跟这个地球上面的人有点格格不入，所以我们就取名了，就是好像哦，我们是在这个外太空这个自己创造一个星系的概念，所以就取名叫星球实验创作空间。是，那想形成一个品牌一路上都非常不容易，有没有那些比较挫折的地方呢？哦，挫折的地方一定有啊，因为毕竟自己没有富爸爸富妈妈，所以在这个现金这个资源有限的状况下，就是我们就必须要如何把这些资源就是花在刀口上，就是要怎么样可以让这些资源更有效率的去应用，这样。对，所以这个过程中当然就会有很多可能会发现啊，糟糕，这里怎么亏损，或者是这里尤其在经营实体的空间，就是很常会有就是硬体的部分就是会坏掉或是怎样，就觉得这个非常的可怕，把任何钱花下去就是会花很多钱，所以我们必须要想办法让这些钱用在对的地方上，然后让它不会就是丢到马桶里面被冲掉。是，那我们这品牌有什么样的核心理念呢？我们的核心理念呢，主要就是针对这个，因为我们是针对创意、文化创意相关产业的工作者为主，所以我们会希望啊，因为我自己本身又是设计背景出身的，所以我会希望可以借由因为会知道在做可能设计结案的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很多痛点，那要如何去协助这些工作者，然后可以让他们就是更好，然后可以协助解决他们问题。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空间，就是最希望可以做到的事情。是，那你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共享空间的这样的一个呈现，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感受给这些客人呢？哦，最主要应该就是有人在后面支持你这种感觉吧。对，因为毕竟你自己接案，就是一个人在家工作都会孤单寂寞觉得冷。那当然，如果假设有一个空间可以提供这样的资源去帮助你解决问题，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变非常重要。是，那未来部分有什么样的短中长期规划呢？目前的话，就是短期的话，我们还是希望可以把这样子的这个氛围，就是以人为主的这个氛围，就是继续的维持下去啊。当然，因为我们可能整个空间在这个硬体设备啊，可能并不是像大部分的商务空间或是 co-working space 这么齐全。那我们主要是希望可以在软体的部分，就是以人为主，就是如何去解决你这个人的问题。那这个是我们目前短期内还是会继续维持下去的。那中长期就是会希望，因为毕竟我们现在进驻者其实很就是已经来来去去很多了，大概有将近100位的人，那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那现在都会希望不一定是只会存在在这个实体空间发生的事情，我也希望是不是可以透过网际网络的方式去串联这些已经在世界各地的外星人，就是我们所谓的进驻者，就是可以做一个串联，这样，这是我们可能未来会希望可以得到的事情。是，那我说，不然有一个年轻创业者，他想投身在这块领域的话，那我们一有什么计划想给他呢？第一步就是学会看财务报表，这个很重要。对，因为毕竟可能你会有你的伙伴是这样子相关的领域，但是如果你不会去看这个报表的话，那就可能会发生蔡阿嘎事件，就是那个 AB 合约啊，这样子会其实会对于你在经营这个你的事业上一定会有很大的问题。那再来就是因为其实创业的路非常的痛苦，就是可能大概99%都是在很痛苦的状况下，但是有那一趴就是
会让你感动的事情，那我觉得那个是创业一开始的那个动机，就是你的那个初心其实会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创业的过程可能一定会遇到很多痛苦，但是你可以想想那一趴的感动，然后就是可以让自己就是再继续走下去，我觉得其实也会是蛮重要的事情。是，那我们一和给我们这些外来创业者的建议是说，投身在这个创业领域啊，其实不管是资金规划或是资源规划都非常的重要。那当然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你的初衷以及你想要做这件事情的完成的目标是什么。那当然中间过程当中坚持也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东西如果缺了一个的话，这些事情它当然就不成型了。所以呢，我们在成型状态之下，时间总是会带一个成果的。好的，那我们就谢谢我们的星球实验创作空间外星人管理员许一和来到我们的专访，谢谢。